右上头顶痛，右上头顶痛啊、我又看到那个海上那个海上那个我们所说的龙血水啊，龙血水啊，啊龙血水啊，龙血水啊，龙血水吸的是海水啊，吸的海水，吸的海水以后啊，转了一圈以后，到了长江里了，把你一下子把这海水丢到长江里了，丢到长江里了，哇、啊，一下子好像，长江水面，抬高了一下啊，抬高了一下，因为那个长江水污染太严重了啊，长江水污染太严重了，用那个盐分呢、啊，把那个污染的那个水先固化一下，海水里有点盐分嘛，有点盐分嘛啊，有点盐分，那个。长江水那个酸性太严重了啊，用点盐，那个盐呢，在过程当中的可以就变成有点像碱一样的啊，分解了一个有点碱一样的，相当于碱同那个酸综合一下，把那个海水的那个酸性呢综合掉一点啊，就是综合掉一点啊，然后沟和海上又出现了那个那个叫水龙卷那啊龙血水啊，然后又把那个长江里啊。放了一下子啊，放了一下子，这样综合一下子啊，这样长江里那个飘过去的水啊，酸性就没那么强了，没那么强了，没那么强了。然后第三次那个又来吸海水了，吸海水了，吸海水，然后放到长江的再放，上游一点，然后哗一下子下来的水啊，就温和一点了啊，温和一点了，好像那个。非典再重复做这个事啊，再重复做这个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